早安，我现在在西雅图，然后原本预计今天会请一天课，因为赶不回温哥华，但是听说温哥华下大雪，然后我早上就收到通知，今天的课全部改线上，所以，啦啦，我就可以边上课边进行我最后一天的旅行了。等一下再带你们去看看西雅图吧。西雅图，这里就是另外一个温哥华的感觉。我已经来了四次了耶，就从来温哥华以后，我来了四次西雅图，太近了。这个距离就像台北到台中一样，只是要多过一个海关而已。西雅图，来到西雅图感觉是什么？温哥华。我们到派克斯场了，今天真的是好荒凉的感觉哦，而且很安静。这里是一间很有名的起司工坊，每到假日都大排长龙，这是它的店名。平日来都没有人，它有各种起司，进来就各式各样的起司。这些起司的包子好可爱哦，好小只哦。对啊，我来买一个三明治，因为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但我从来没吃过。我点了一个烤起司的，好可爱哦，它还有我的名字耶。好，我放弃。我看一下侧，帮我拍一下侧面。OK， 好哦。起司很香，哥觉得嘞？比芝很香。起司很香啊，面包嘞？面包很脆。面包很脆，推吗？300块台币。但是我们对起司不太懂啊。如果懂起司的人可能会觉得是很好吃。OK。走30秒就会到第一间星巴克，今天人好少哦。这边的杯子是只有在这间店买得到的。哎，还有黑色的，之前没有，我想买。好的。那黑的很好看哎，那个新的限量的好美哦。这个黑色的我喜欢。不知道你们要买纪念品或者是买饮料，都在右边排队。左边的话只是展示区跟等饮料的地方哦。威廉居然给我买了5个，神经病耶！太多了吧？这是限量版的，就是所以你之后来也不一定会有。如果喜欢的可以找他买，下面我会贴链接。一个是我要的，一个是你要，所以只有4个是不是？好，点了一杯热的燕麦奶拿铁。这跟去年和 Wendy 还有卷来的那个热闹程度完全不能比，好荒凉啊！不过这也有好处啦，就是都不用排队，去哪都人比较少。逛派克市场的我们，派克菜市场。这个龙虾也太大只了吧！手臂虾，那个虾子也很大只哦，那个鱼也好大只，比我手还大，真的。这里是那个很有名丢鱼的那个鱼摊贩。嗨，这个鱼也好大只哦，青 Simon。这边是金猪，大家会来这边摸一摸它。那我边有金。摸猪可能发财。好。这是金猪，其实是你可以投钱进去，它是一个铺满。然后你投钱进去的话，他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就是给这边的食物银行，或者是就是 support 他们当地。看完金猪以后，这边有一个楼梯下去就是口香糖墙。超恶心，哎呀，好恶哦，密集恐惧症不要来。这里就长这样，像一个巷子一样。
你们敢信这么有名的口香糖墙今天一个人都没有，荒凉。这边就是最有名大家会拍照的地方，上面还有一个时钟耶，好可爱哦。然后后面的话就可以去星巴克的复刻店，这间黑色的啊，如果你喜欢的话，旁边有间超大间的情趣用品店。然后如果你想 grocery， 可以再去旁边的 Target 买一点零食或者小东西。所以这个点其实来了可以花蛮多钱在这边晃的。你们看这个招牌长得有点不一样，很可爱耶。没问题，来，一小姐，我们里面请哦，谢谢。这是重新装潢过的，因为我们去年来的时候它还在装潢，然后它现在有重新装潢过，现在变这样，跟我 N 年前来也长得不太一样。对啊，这里不会有刚刚那些马克杯，但还有这个，还有这种城市杯西雅图，哎，它蓝色的也很好看，这个有龙哎，对啊，哎，它西雅图那个蓝色的设计也很好看，好看。我喜欢的这个是谁？哎，还有那个哎，华盛顿大学的。哦，哎，该不会 UBC 也有吧？我觉得他们华盛顿大学的杯子也好可爱哦。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商品。这里最有名的拍照点就是现在这个画面，就是你们可以在星巴克下面，然后拍过去整个派克市场的标志。这里就是西雅图的摩天轮，你们可以走到这边看一看，天气好的话很漂亮，然后那个摩天轮也是可以搭的，不过现在不知道在施工还是怎么样，就没有那么漂亮。我们现在走进去这里看一看，我也没去过。一宿哦，这里有一间很可爱的餐厅，吃海鲜的。这里面好可爱哦，很像在木屋里走路的感觉。这里有卖冰淇淋，哇，有鲜榨木奶，一个人都没有的鲜榨木奶。这里可以来拍摩天轮，这个点很不错，它就是在水族馆的出口这边。然后如果你们有时间也可以来这个水族馆，西雅图的水族馆，它的开放时间是9:30到下午5:00，带你们进去看一下票价。35.95元。会卖明信片，我们旅游的最后一站。这里真的是温哥华，这个雨下的真猖狂。我们现在来 Target， 因为 William 跟 Nico 没有来过，所以我们就来这边走一走，看看美国超市，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好可爱哦，还有衣哦，是我的衣耶。这里的 Target 都会很多保全，然后全副武装，因为这里发生太多抢案了。这个派对的太可爱了啦，那个鲨鱼人很可爱，而且它是一整组的，它还有捉襟耶。哎，好可爱哦！看到这又想到我的生日快到了耶。哦，可是姐姐却不陪我过生日。我在台湾陪你过。啊，真的很可爱耶！这间 Target 有3层哦，超大的，还有卖电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家乐福。没错，还可以卖衣服。对啊，感觉你可以住在这里面。对，因为它东西就是很干净，然后很整齐。迪士尼没吃到没关系，来 Target 买就好了。Grocery， 有人要吃香蕉吗？这好可爱哦，皮卡丘，还有小火龙杰尼跟妙蛙种子，这样看就知道我是很懂神奇宝贝的。没错，
其实我只知道这几只。刚好有名的那张。这超可爱的。真的。这有公主小鱼饼干哎。而且还有公主头哎、欸、你看。只是那个茉莉公主看起来有点不高兴。没有，它只有头。有米老鼠的头。这个有点偷懒哦。对。一百周年的小鱼饼干跟不对啦，一百周年迪士尼跟小鱼饼干联名哎、欸，我觉得这个很赞，值得。只剩一包，要不要买？要不要买？要不要买？我们改变行程，决定去看看 Amazon 的总公司，还有 Amazon Go 的超市。那叮叮超可爱，而且它上面是 Amazon 的广告。总部好美哦！我们刚刚 Google 一下，发现它的总部不止一个，它有很多个办公大楼。这个是上班的地方吗？对啊。哦，那我们等一下去上班吧。我们会被赶出来？不会。好美哦，好夸张哦！这里是不能进去的，就是参观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你有朋友在这里上班，他可以带你进去啦。超赞，好大哦！超绿化，可是都没有看有人在那边休息啊。到了，我们进去看看。不要排队，也没有人帮你结账的地方。要你的掌心感应。我在注册当中。好的。左手也要。OK， 电话号码哦，我报了电话号码，这里要输入你的电话号码。好了，我现在收到了注册信。如果你没有账号，你可以先来这边注册，就把手放上去就好了，然后插入你的那个信用卡，再放你的左手掌心上去，然后登记好之后，你就会收到那个要填电话号码的地方。填完电话号码，你就会收到你的 email 认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去咯。我们试试看吧，来，我们试试看，真的可以进去吗？哦，好酷哦，成功！这里整个天花板都是感应器，还有监视器。我们来试试看买的东西，这边有一些沙拉碗。有些轻食类的东西，哎、欸，这真的是以后的趋势哎。有三明治，有寿司，还有这个很有名的西雅图优格，还有一些热食，炸鸡、鸡米花，然后披萨。它还有自助的饮料区，饮料哦，这是那个英雄联盟嘞。然后它的，哎，它的杯子好可爱哦，它杯子超可爱。饮料区，各种能量饮料跟咖啡，还有水。其实它卖的东西就跟便利商店很像哎，就是应有尽有，价格也差不多。这边有卖酒的地方，然后他要出示 ID 耶。今天买了一个甜甜圈，我们等一下看看会不会感应得到。他是扣我的钱嘞。对啊，但你不给你。啊、哦？怎么是这样嘞？0.99甜甜圈，等一下看会不会收到账单。走，我们出去吧，你们走前面。真的没结账哎。我们要买甜甜圈哦，要记得扣我钱哦。我不是小偷哦，还没收到哎、欸，没有啊，要被抓走了，被抓走了，那是他们的问题，收到了，我们被扣了1.39加币了。那他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是你？我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科技呀、啊，这
这是上次跟Jay他们去的马卡龙店，这里居然有店面，好可爱哦。我们现在来总讲评一下我们这趟旅行吃的所有素食店的总评。我先来。我觉得我会想念的就是 Jack in the Box 的鸡米花，还有它的起司薯条，还有 Shack Shack 的起司薯条跟奶昔，然后 X Lot 也不错，这是我个人喜欢的，其他我都觉得还好。你们嘞？你把我的讲完了，真的假的？可是你还有星星不是吗？我星星还好，我喜欢，我觉得 Jack in the Box 那个薯条也很好吃，就是起司薯条，对不对？超好吃。超好吃，但是我觉得我喜欢的是 Jack in the Box 的那个鸡肉汉堡，那鸡肉汉堡真的是好吃，而且它鸡肉给的分量很足，它是给的是一大块那种炸鸡，它不是那种你知道吗？就不是那种随便敷衍的，也不是像 Shake Shack 的干柴的炸鸡。Shake Shack 我都对对对，但是星星我觉得好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不同种类，因为刚才讲的那个 Jack in the Box 鸡肉，它是牛肉，啊牛肉给分量也给的很足够，重点是什么？它的汉堡超大个。蛮大的，真的超大个，超值，就是一个真的是会吃得饱。所以总结，你喜欢星星的汉堡跟 Jack in the Box 的汉堡，汉堡对这两个，然后一个是牛肉，一个是鸡肉。好，那、啊、其他人都觉得还好。其他我觉得就是对，啊姐姐是也喜欢 X Lot， 对啊，所以我刚刚讲的都是你认同的，你觉得好吃的。加一 ，OK， 加一。那直接讲一个你们觉得最不推荐要去吃的餐厅，我先讲 In and Out。对，不能这样讲，我觉得我要听In & Out平反一下，因为不能说最不推荐，应该说，如果说你想要省钱又想要垫个不要让饿肚子饿的话就可以。啊，谁去旅游是要为了省钱啦？就是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中途跟晚餐衔接。你先讲 CP 值，我们这家好吃程度的话、哦、，CP 值哪一间你不推？我先想一下，你们先讲一下。我们讲完啦，就In & Out我们觉得不 OK 啊。你说素食店吗？对啊，素食店。哦，如果是以素食店来讲的话，那真的是In & Out，因为我们吃过这些素食店来讲的话 ，CP 值比较低的，就是确实是In & Out。没有，它 CP 值高，但是我觉得它不好吃。哦，对了 ，CP 值高，但是它就是没有很好吃，就是普通啊。应该是说它名气太大，大家都很期待它，吃完就哎，没错，就是一种期望很高，但吃起来。好，我们总结一下，我觉得 Shake Shack 的起司薯条，然后奶昔，不是 Shake Shack 是奶昔。对啊，其实薯条也很好吃啊、哦、那个其实酱很浓也很好吃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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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还是喜欢然后 Jack in the Box 的其实薯条推还有鸡米花炸鸡块也不错然后汉堡也好吃然后它的酱超多种然后你可以跟那个店员说你想要什么酱然后它的鸡块就它所有鸡类的东西我们有吃到都是好吃的而且其实薯条冷掉了也好吃只有你吃到冷的好吗我们都是吃热乎乎的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什么鸡米花记得如果你是怕辣的人千万不要点辣哦那个辣超辣但是那个辣好香很好吃、嗯、姐姐就很喜欢、对啊、喜欢吃辣的人他鸡米花也可以点半半就是一半辣跟一半不辣可以尝试啊先尝试一次然后隔天就看你敢不敢吃那个然后你们的点法你们可以直接点一个就是套餐你可以点一个鸡肉汉堡的套餐然后你可以把薯条换成起司薯条、嗯、然后再加购一个那个鸡米花、嗯、好吃然后因为鸡米花跟其实主要都是新品，所以如果没有吃过，可以去吃吃看。但你们都忘记那个鸡块了，有啊，我们刚刚讲鸡块啊。OK， 鸡块啊，我不想上字幕了。这是我们本趟旅行的倒数第三站 ，Trader Joe's， 我们要来买足，我们就是要带回温哥华吃的零食。这个是 Wendy 要指定代购的，而且还是限量的，要买的找 William 哦。我们回温哥华以后就要开始吃青菜咯我想来买冷冻食品了这里的冷冻食品看起来都很好吃这个小笼汤包看起来也很好吃为什么这里的冷冻食品看起来都比温哥华的美味啊这是 barbecue chicken teriyaki 你们看还有宫保鸡丁你们不觉得这里卖的食物就是那个 Panda 卖的东西吗？一模一样啊 ，Honey Shrimp、Big Beef and Broccoli， 然后宫保鸡丁，然后跟这个橘子鸡，这根本就是 Panda 的食物吗？买完了，我们现在要去下一站 Costco。我们现在在前往 Costco 的路上，这个天气真的是太棒了！可不可以分一点这种好天气跟大
最后一天了，我们来回忆一下你们觉得最好吃的必吃餐点是什么。谁先？我先。好，你先。我是龙虾意大利面还有木鱼饭一个。哎、欸哦、好啦，这两个是同一间餐厅啊。可以可以，比佛利三章。嗯，比佛利三章的超有名意大利面。小贾斯汀最喜欢的，也不是最喜欢，小贾斯汀喜欢的意大利餐厅之一。好吃。好吃。好，哥换你。我觉得我现在生鱼片好吃，那间 Santa Monica 的那个日本料理，那间的日本料理真的让我惊艳到。就是其实我是个蛮爱吃日料的人，所以我觉得那间的日料真的是好吃，而且它的生鱼片是入口即化那种。哈，这是你的第一名？这是我第一名。把我第一名讲走了。但是我的第一名还有一个并列，就是那个墨鱼饭。不是星星汉堡。不是不是，星星汉堡是素食的第一名，但是还有墨鱼饭，墨鱼饭他给的分量。就是姐姐刚刚讲的那一间的墨鱼饭。然后他给的分量真的很有诚意，然后真的是很好吃。对，我觉得，而且他的那个墨鱼是 QQ 的，就不会太干，不会太硬。倒数第二站，我们来是 Costco。哇，这个画质不一样，这是姐姐的 iPhone 14 Pro， 他们在波特兰买的。我觉得公路旅行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买很多东西。就是我可以来买 grocery， 然后就直接开车回温哥华，很赞耶。坐飞机就没办法这样，还要过安检，很多都不能带，但是公路旅行就可以。好了，我要去买我的冷冻蔬菜了。这个草莓爆米花我们昨天买了以后有吃，还蛮好吃，它吃起来像草莓炼奶口味，有一点像我们吃那种，姐姐你知道那种乖乖那种这种形状的那种乖乖的那个草莓炼乳。然后我们发现这里居然有西瓜口味的有机爆米花，超酷的。西瓜做成爆米花是什么概念啊？那口感包一样，好酷哦。而且这也很好，很酷，他们只要关于有机，他们就会帮你上一个荧光笔，特别强调它是有机食物哦。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想来 Costco， 因为我要买这个。这个烤蔬菜真的超级好吃的，超级好吃！我要买这个回温哥华吃，赞！真的，如果你们有来，一定要买这个烤蔬菜。其他都还好，这个真的很好吃，而且温哥华没有卖。我看到一个很妙的东西，是马玉山诶，核桃黑芝麻糊，好妙哦！我找到一个可以买的了，洗车 ，Costco 洗车场，等一下去洗车。酷酷，不能去洗车，因为他说太冷了，洗车场坏掉了。他说 it's broken。给你们看看最后一天的夕阳，好美，好漂亮哦。但还是舒城堂很惨。我们来到我们最后一站了，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这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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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站。因为温哥华的油太贵了，加满油再回温哥华啦。现在是我们旅程的最后了，我们要回温哥华了。刚刚已经去完我们的最后一个点，就是加油站，然后我们现在要回温哥华了。那我们13天12夜的行程，你们最喜欢的景点是哪边？谁先说？我先说。好，你口要大声一点，不然我听不到。Santa Monica 的夕阳。这是全部旅行你觉得最好的吗？大峡谷跟羚羊湖。哦，那你觉得马蹄湾怎么样？还好，还好。OK。我个人就是 Santa Monica，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 Santa Monica， 然后我很喜欢加州的感觉，就是整个棕榈树啊，然后阳光。虽然我们去迪士尼的时候天气不太好。不过整体来说，我还是最喜欢就是 LA 那边，我记忆是最深刻的，因为我在那边哭了。好，这就不说了。好，汉威廉，你嘞？我最喜欢是大峡谷跟羚羊谷，还有马蹄湾。然后，因为它为什么它说很美，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形成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美到真的很像 P 图 P 上去，你在那边拍照真的是。对，很像电脑桌布。没错。然后我们有几个点是我们原本没有预计要去的，例如我们去盐湖城的所有景点都是我们当天才决定要临时去的地方。不过我觉得那个
会议大厦还蛮推的，我觉得它真的蛮漂亮，还蛮值得进去参观一下，里面蛮壮观。对，然后盐湖我觉得也很漂亮，就是它整个看起来是斜饼，但是它其实只有表层，然后那个也让我觉得很酷。然后我们沿路上其实看到很多次的那个麋鹿，都很近，嗯，大概看到四次还五次吧，然后都是一小群一小群的，很可爱。还有牛，还有很多牛。然后我有看到驯鹿，就是有那个鹿角角，有对有鹿角那种，蛮酷的。而且我们还去了第一间肯德基，对啊，第一间星巴克，第一间肯德基，第一间星巴克，还有阿玛龙总部，还有世界上最大的 Costco。对，就还蛮酷的，整套旅行下来。Nico 有什么想说的吗？很忙哎，我是这好，那就这样咯。希望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出去外面走走，看看这个漂亮的世界。大家下次见，拜！不知道我何年何月可以剪到这支影片。我们回到温哥华了，这是我们总共的公里数。